一位同修问嘅，我哋在家居时、诵经时，系企喺度好呢？定系坐喺度好？请师傅指点。诵经系背诵。唔使睇经本，坐喺度、企喺度都得，咁系唔一定嘅。如果读经有经本，坐喺度比较好啊。唔用经本背诵嘅，咁冇所谓啦。企喺度经行都得，散步嘅时候都可以背诵经典。第二，居士喺屋企做课，施大悲水，请问师傅点样施法？这个施是布施，就是你念大悲水，布施俾一切苦难众生。通常有两种，一种呢是帮人医病的，另一种是布施给小动物，即如蚁啊、爬虫类的小动物，布施给他们。大悲水念大悲咒的时候，一定要有大悲心。如果冇大悲心，嗰啲大悲水就唔灵啦。心底越慈悲越真情，咁样大悲水会有感应。第三，据说在家居士可以食白皮鸡蛋，请问师傅可唔可以？我唔知道乜嘢叫做白皮鸡蛋，鸡蛋会有好多种颜色嘅咩？呢个问题以前有同学问过，只要唔系种蛋，食鸡蛋就同饮牛奶咁样，唔杀生。唔伤害佢嘅生命。如果呢隻蛋可以孵鸡仔，呢隻蛋就有生命。咁就係杀生。如果唔会孵鸡仔嘅，咁唔係种蛋。通常嚟讲係可以食嘅。諗下大都市里面街市度卖嘅通常都唔係种蛋。我听讲种蛋唔多好买，普通街市都买唔到，而且价钱亦仲会高啲添。不过而家食呢啲嘢好麻烦，听讲呢啲畜生养畜生嘅人喂佢嘅饲料会掺杂咗有啲基因嘅嘢喺里面。恐怕食完之后会带嚟好多疾病。呢类咁嘅嘢仲係少食啲为妙。呢位同学话，我今年三月、八月四次梦礼法师，自己好似好难过，恨相见太晚，
甚至法师就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善知识。眼前这位长者真是值得我终身依此的好老师，愿以法师为榜样，绝对尽形受从事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现在弟子想学经，拜请法师指导。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怎样选择学讲的经典？于我个人呢，深爱《首楞严经》，但究竟选择哪一部经会更有益于当今社会众生？《首楞严经》亦好好，分量太大。这部经典是大乘原教比较深啲嘅，喺而家呢个社会契机嘅面比较窄小，窄小亦冇所谓啦。呢部经系对上根人讲嘅，用而家嘅话嚟讲，系对高级知识分子讲嘅。你要发心学呢部经，你就唔系普通人。你到这个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那很难得，亦相当不容易，能发这个心亦好好。学楞严一定要看注解，如果不看注解，很难看得懂的。注解里面比较浅一啲嘅，系近代人圆英法师嘅注解，用佢嚟做基础嚟做入门比较方便。圆英法师嘅《楞严经讲义》，第二，冇办法亲近法师身边嘅日子，应该点样落实修行？亲近善知识，唔系话日日跟喺善知识嘅面前，每日跟喺面前，亦有好多人一生都冇办法成就。由此可知，亲近呢两个字，就唔一定指日日喺面前。亲近呢两个字真正嘅意思，就系佛喺经典度常讲嘅修持读诵为人演说。你能将呢八个字做到，就系真正亲近。我哋而家以佛为师，而且是以诸佛最赞叹的阿弥陀佛为老师。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了。尤其是夏老居士这本汇集本，各位可以将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另外两种汇集本，同一种哲教本，彭济清的哲教本，同夏老这一本，总共九种版本，你仔细看下，做下比较，你就了解了。所以这个版本好受人欢迎。这个版本度众生多啊，比古本
自古以嚟，恐怕而家呢个版本虽然推出咗先至十几年，到嘅人数不下于古代，你就知道佢嘅殊胜。夏鲁居士绝对唔系一个普通人。我以前讲经同大家报告过，我唔敢打妄语啦。我有一年喺美国迈阿米讲经，就系而家各位睇到嘅认识佛教喺迈阿米讲嘅。原来去迈阿米准备要讲嘅系《地藏菩萨本愿经大智》。我喺美国东部，从纽约到美国嘅首都马里兰州、奥克拉荷马，然后再到亚特兰大，最后一站到佛罗里达州嘅迈阿米。嗰一次，每个地方都系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大义》。到迈阿米一睇，讲堂度超过一半系外国人，系当地嘅美国人。我一睇人咁多，临时换个题目，讲认识佛教，将佛法介绍俾美国嘅同学。喺里头有几位中国人所讲嘅特异功能，喺外国人讲，佢哋有神通，有天眼通。主办单位嘅呢一位居士，喺我未到之前，结缘嘅经书寄咗好多过去，其中有黄念祖居士《无量寿经注解》。呢部书系我哋喺台湾印嘅，前面有下莲居老居士张相喺度，咁系各位都睇到嘅。而家呢张相流通得好多，呢一啲特异功能嘅人睇到呢张相，同当时主办单位曾宪伟居士同佢讲。他说这个人是再来人，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曾居士很欢喜神通感应，向他请教，他说他有什么特殊呢？这个美国人说他的身体是透明的，从张相度怎么会看得出来的呢？身体透明即是说他心里头啲咁多污染都冇，得清净心啦。我哋嘅呢个身体，嗰啲人睇到都系黑蒙蒙嘅，唔会透明。里面被贪嗔痴慢污染咗。佢话呢个人身体系透明嘅，而且话俾佢听，呢个人而家已经唔喺度啦。从来未见过面，亦冇人话俾佢听，居然讲得同事实非常相应，我哋唔能够唔佩服啦。佢讲嘅感应事情好多，我哋亦唔方便多讲，讲出嚟人哋会话我哋妖言惑众。我哋从来唔讲神通，唔讲感应。我哋真正修行心地清净，总有几分明了。
我第一次去北京访问王老居士，老居士亦同我讲得好多。佢话夏老往生嘅时候，佢哋都守喺身边。夏老同佢哋大家讲，佢嘅汇集本将来系从海外传到中国，会传到全世界。喺我哋嘅想象中，末法有九千年，呢九千年净土教能够发扬光大，普度众生，绝对是这一部经。佛在《法灭尽经》和这一部经都有预言，将来佛经通通灭尽，最后只剩下这一部《无量寿经》。咁《无量寿经》而家有九种版本，到底系边种版本呢？肯定系呢种版本。老居士系佛菩萨再来嘅，我哋知道印光大师系大势至菩萨再来嘅。祖师大德之中，好多佛菩萨再来的身份没有暴露，我们不知道。但是印光大师赞叹《弥陀经要解》，他说就算古佛再来为《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亦没有办法超过其上。那牟益大师是什么人？如果我哋知道印祖系大势至菩萨，牟益大师唔系阿弥陀佛再嚟，绝对系观音菩萨再嚟。夏老居士亦绝对系佛菩萨再嚟噶，唔系普通人啊！宋朝时候黄龙书汇集的版本并不圆满，因为他只看到四种原译本，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这一回黄龙书居士一生未曾遇过，所以他的汇集有缺陷。如果说汇集不可以黄龙书居士往生，他的瑞相大家都见到啦，他念佛企在这里往生的。他的汇集本收在龙藏里面，以前的注解作品被收入藏经，就是佛门四众的弟子高僧大德以及朝廷肯定你的著述和佛的教理不相违背，这样才能入得到藏。印祖对黄龙书的版本，对魏源的版本都有批评，那些批评
梅江希老居士讲得好清楚，印祖唔系批评唔可以汇集，系批评汇集得唔妥当。汇集同翻译唔同，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字，汇集唔得，绝对要保存原译文嘅文字，唔可以更改。龙书居士同魏源居士都改动过原文嘅文字。印祖批评嘅系喺呢个地方，所以夏老居士做第三次嘅汇集，呢啲毛病都冇咗啦，非常慎重，前后用咗10年时间先至定稿。先至流通出嚟。当时嘅大德赞叹嘅人好多，用呢个版本嚟讲经嘅有慈州老法师，最初为呢部经做科判嘅就是慈州老法师，我哋喺培训班第二期，全体学生一齐嚟参与，做咗一个详细嘅科判，而呢个科判嘅基础就是用慈州法师嘅，我哋用佢做范本。再深入、再详细咁嚟分科，慈州大师有两位学生喺台湾都非常有名，受大众嘅敬仰。一位系道元老法师，已经圆寂啦。而家仲有一位忏云法师，慈州嘅学生。呢两位大德我都亲近过，这个版本是我的老师亲手传给我的，吩咐我将这个版本弘扬讲大，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生前曾经讲过一次，那个时候没有参考资料，他自己用毛笔写的字写得很规矩，造成一个眉珠段落层次都勾出来。他当年讲经用的经本讲完之后，这个版本交了给我，我一直带在身边，以前在海外弘扬这个版本只有我一个人，在国内弘扬只有黄念祖老居士亦是一个人，版本流通得唔多，见到嘅人好少。我哋两个人见面之后，得到莫大嘅安慰。亦经常不断咁有书信来往。每年我至少会去北京探他一次，
我哋面对面嚟讨论。我哋有思想，有使命感。无论咩人对呢个版本批评，佢嘅功过我哋唔讲。诸佛菩萨亦唔会起心动念，但系护法神系凡夫，唔系圣人。障碍呢个经典嘅流通，怕护法神会搵麻烦啊！呢件事情系肯定噶。好多往生嘅例子呢，我哋都有眼睇得到嘅，我哋有坚定嘅信心，有坚定嘅大愿。呢部经系亲近阿弥陀佛，每日读诵，弥陀为我哋灌顶，弥陀为我哋开示。你话咁系几咁殊胜呢？经义有疑惑唔紧要，冇所谓。一次一次咁读，次数读多咗，你嘅疑就破啦。中国古人曾经讲：读书千篇，其义自见。点解呢？一千次念落去之后，心定啦。将你嘅妄想分别执着念走咗，心定啦。定就能开智慧，就系咁嘅道理。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换句话讲，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染污意起作用就是烦恼。它里面有大道理在这里，所以只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去读诵，自然会开智慧，自然会理解。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经常教我们怎样做，就好像善导大师教诫我们这样。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度讲得好好啊，佛教我哋做嘅，我哋完全照做；佛教我哋唔好做嘅，我哋绝对唔去违反。咁就系如来好弟子，咁样修学一生绝对成就。所以选择经典一定要选择自己有能力受持的，即是适合自己程度的。选得太高，自己没办法受持，反而得不到利益。这一点我们不能够不留意。要选择适合自己根性，适合自己生活环境，适合自己工作，最好能够同自己的生活工作都能融成一片，这样修学就非常得力。
如果所学非所用，咁就有相当困难啦。呢度系讲我哋选择经典唔能够唔知道嘅事情。呢位同修佢话：我专修观音法门，绕佛时我细细声念观音菩萨，请问可唔可以？我如果读无量寿经，是不是代表不是一门专修，是不是只能读普门品？修行的方法，古人的典范很多。光未龙居士一生念金刚经，他放低经本，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些话是他自己讲的，教中波野行在弥陀。你念无量寿经，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哪会有妨碍的呢？没有妨碍的。念普门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亦都得，将你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都能得生。三辈往生最后一段经文，专门说明不是专修净土的人，修学其他大乘法门的人，将他修学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同样往生。弥陀西方净土的门非常广大，并不是说一定要接引专修专弘的。修学其他法门，只要回向往生，通通得生。各位要记住，要将你修行的功德回向。什么叫功德呢？你修行的有没有功德呢？如果没有功德，我们拿什么来回向？念那几句回向偈是空的，冇作用的，绝对要自己有真实的功德。真实的功德，简单来讲，就是清净心。佛经里面常讲的，心净则佛土净。我们修行最重要的是清净心，远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功德就现前了。我们再讲得明显一点，具体一点，持戒有功，得定是得，你得到定，因戒得定，修定有功，开慧是得，你先知道功是修因，得是你的果报。你要有真正的修功，真实的果德，持戒如果不会得定，那个戒是福报，是福德，不是功德。我们看到很多持戒好严的人，持得好严，他修的是福德，他不是功德。为什么呢？他没有得定，他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认为自己戒律修得好好，睇到嗰个人破戒，嗰个人犯戒，将自己嘅功德毁咗啦。点样持戒先成为功德呢？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佢持戒得嘅系功德，佢持戒能得定。你谂下，戒律持得再好，睇呢个唔顺眼，睇嗰个唔满意，自己觉得自己好巴闭，心定唔落嚟，心唔清净，呢个戒系福德，唔系功德。功德能了生死，能出三界，福德冇可能。功德同福德，我哋必须要辨别清楚，千祈唔好搞错。佛喺经度时时讲，一念趁心起，百万障门开。又常讲火烧功德林，火系乜嘢？发脾气，内心唔高兴，遇到唔如意嘅事情，一唔高兴，一发脾气，功德就完啦。功德好唔容易修积嘅，如果喺临终时发一下脾气，弊啦，一生都冇咗啦。我哋如果要问你有几多功德，你就谂下从咩时候冇发脾气，到而家你念佛、读经、拜佛，你修积咗几多功德，自己就知道啦。但系你要知道，嗔为心将你嘅功德消失。贪爱心亦一样会将功德消失。换句话讲，七情五欲，中国人讲嘅喜怒哀乐爱恶欲呢七样嘢，都会将功德破灭嘅。由此可知，功德唔容易修。福德容易，福德唔会失的，功德唔容易修，亦好容易失的。所以福功德同福德必须要辨别清楚。下面他问几个问题，他说一贯道是五道合一，佛如伊斯兰基督道教，这种教是不是早有多元文化的先见之明？理念是不是很正确？一贯道，崇尚五教，五教都不承认它，五教都唔同佢来往，佢算唔算系多元文化嘅先进呢？各位同修喺呢度必须要有智慧。否则嘅话，呢一类嘢好容易诱惑你。你如果行佢嗰个门，你呢一生只能修福报，绝对超越唔到轮回。点解呢？古圣先贤一再教导我哋，一门深入，长时分修。你五教都学，你点会成功呢？
我哋净土宗里面嘅五经一论，你如果通通都修，学晒六门，咁唔系一个普通根性嘅人能够成就嘅。最容易成就嘅，仲系喺呢六种课程里头选择一种，一门深入先系最容易成就嘅。单刀直入，点可以修两个法门呢？佢系五种宗教，唔系五个宗派。五种宗教合埋嚟修，修成点嘅样，我哋都唔知道。又唔似佛，又唔似基督，又唔似回教，唔知道修成点嘅样。所以佢唔系正教啦。我哋一定要清楚啊！五种宗教，你愿意学边个宗教，你就入边个教门，都系好事。五种宗教可以做朋友，可以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共同维护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咁先系正确噶。所以我哋佛门绝对唔会拉基督徒嚟，你放弃你嘅宗教嚟修学我嘅，唔可以咁。人各有志，人各有缘。我哋拉人哋嘅信徒，咁系唔道德嘅。我哋同各个宗教来往，绝对尊重佢哋嘅宗教。尊重他们的信徒，赞叹他们的宗教，赞叹他们的信徒，绝对不拉他的信徒来我们这里，我们才会做朋友。如果互相拉信徒，绝对走向竞争，最后呢就战争。这是肯定的，一定要互相尊重。所以一贯道虽然尊重五种宗教，佢乜嘢都唔系。我曾经睇过一贯道注解嘅《金刚经》《心经》，一贯道嘅朋友攞嚟俾我睇嘅，我一睇嗰啲注解。经文一个字都冇错，注解完全都唔对版嘅。就好似古大德讲嘅，佛法无人说，虽字莫能解，完全用佢自己嘅意思嚟解经，将经解得支离破碎。诸佛菩萨睇到亦叹息，咁就好重嘅罪业。一贯道如果真正能上轨道，我亦赞叹佢。点样上轨道呢？你要学佛嘅，你跟佛教嘅法师学；你想学基督嘅，你去基督教跟牧师学。你是伊斯兰教的，你去跟清真寺的阿洪学，这样我们赞叹，这才是正教，这才真正能帮助人。自己不可以依照自己的意见来解经，我想佛教的经他解错了，其他教的经一定也会解错了。我哋佛家讲曲解如来真实意，错解如来真实意，咁佢点会有成就嘅呢？
呢位同修问嘅两个问题，第一个福报同功德给予一切众生有乜嘢唔同嘅利益？呢题头先讲过啦，就唔再重复啦。第二个问题，佛教徒烧溪前俾已故亲人会唔会得到？有冇必要呢？烧溪前如果亲人喺地狱同畜生道，佢点会得到？你都知道啦，又何必嚟问我呢？但系呢度里头有啲误会，我唔能够唔同你讲清楚。佛教系唔会为死人烧溪前嘅。你去查下《大藏经》，边部经度有呢种讲法？冇。为亡者烧溪前是中国的古老风俗习惯，不是佛教，不要将它附会到佛教里面来。但是现在的佛教寺院里面，好像做超度佛事的时候亦有这种做法，那是变质的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真正的佛教是没有的，居士林就冇啦。居士林呢度冇焚化炉。七月啱啱过咗，亦做咗几次法会超度家亲眷属，冇烧溪前嘅。呢一点我哋一定要懂得。呢件事情以前有人问过印光大师，文抄里面有。在哪一段我不记得了。我曾经读过老和尚对这件事情答复得很妙。这种风俗习惯，如果家亲眷属在卧轨道的，那有用。他真的会得到。刚才你讲过了，他如果到畜生道或者到人道，他用不到。六道里面只有鬼道会用得到，所以印光大师他不赞成亦不反对。他老人家用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呢？万一他在恶鬼道，你如果不准他烧，那不是将人家的财路断了吗？所以老和尚这样开道，通情达理，非常有意思。我哋谂下，我哋谁信老和尚嘅指示就啱噶啦。呢位同修问咗三个问题，佢话已经注册成为夫妇，仲未圆房，女方提离婚，是人为因素定是因果？大概人为同因果都有了。第二个问题，人有灵魂吗？灵魂在人体的哪个部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夜晚睡觉会不会发梦？我想通常人夜晚睡觉都会发梦。我如果问你，你那个梦在哪个部位？在头度，在双眼度，在耳仔度，定是在手度脚度？从发梦就可以肯定灵魂是存在的。灵魂离开身体，这个人发梦去了，不会再醒回了，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他去了另外一个空间度生活了。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人有没有死啊？人没有死，没有生死。死是你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
去咗另外一个境界，去揾另外一个身体啦。呢度又必须同各位解释下运唔灵。如果灵嘅话，你谂下，你嚟投胎，你一定会投胎到帝王将相嘅屋企，富贵人家，一出世就享福，咁几自在？你点会投喺一个普通人家度呢？魂如果灵嘅话，佢点会去饿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呢？由此可知，佢唔灵啊！究竟是怎样的呢？魂是迷惑颠倒的。你如果不相信，你仔细去思维，夜晚发梦，在梦中头脑绝对没有在清醒的时候那么清楚。你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梦境里面迷，醒回了头脑清楚清醒。人神识离开身体就好像发梦咁。迷魂不是灵魂。灵魂是我们称赞他讲得好听。孔老夫子讲的是实在话。他老人家在易经系辞里面讲，由魂为变，精气为物。他讲得好啊。运是乜嘢呢？速度好快，到处飘荡，唔稳定，又运。孔老夫子毕竟系圣人啊，佢知道，佢好少讲就系啦。讲游运同佛法讲嘅神识的状况非常接近。下面一个问题话：人死后灵魂从何处往生？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有很多部位，即是说灵魂从什么地方离开。临命终时仔细去勘验，如果这个灵魂是从脚板底离开堕地狱，怎样勘验法呢？全身都冷了，脚板底还有热度，即是说他从脚板底走的，从膝头到走的畜生道。从肚腩到走的饿鬼道。从心口走的人道，从眼道走的天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从头顶到走的。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它真的是升天，是往生，没问题。点解呢？佢神识走得好快，佢真嘅走咗。凡系生到善道，身体一定系柔软嘅，唔会僵硬嘅。就算人死咗之后两三日，有啲时候一两个星期，身体仲系软嘅。我哋自己亲眼睇到嘅台北华藏图书馆嘅韩馆长往生之后两个星期先入殓，身体仲系软嘅。呢啲都系好稀有嘅瑞相。人断气之后最好系12个钟头
再去碰佢。12个小时之内唔好去碰佢。咁系最安全嘅措施。佢话人唔到人间就唔会造罪，呢句话讲得唔通。六道众生都造罪。天人亦造罪。畜生亦造罪。饿鬼亦造罪。地狱唔造罪。地狱系只受果报。地狱人冇造罪嘅机会。其他嘅五道都造罪业啦。人之初非到人间，到人间嘅意义后头就冇啦。到人间嘅意义就冇啦。你嘅意思大概系人之初仲未到人间嚟。到人间嘅意义系乜嘢？佛喺经度有解释，人生酬业。我哋点解会到人间嚟？以前做嘅业，而家要受果报。所以六道里面嚟受生，我哋讲投胎嚟受呢个身，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嚟受果报的。另一种原因呢，就是诸佛菩萨成愿再嚟，示现度化众生的。没有其他的原因。这里有个同修有三个问题，我们简单地答复他。点样做人？想要做法，先要学做人。请问，要点样做人，先能达到成佛嘅目标？我哋最近讲嘅十善业道，你仔细去读《十善业道经》，依照《十善业道经》去做人就得啦。从十善业道的基础再提升学佛学菩萨。听日朝早我们有半个钟头讲十善业道经，就是以十善业道的基础修学菩萨六波罗蜜。第二个问题，他说请师父开示普贤十大愿王的意义。那不得了，时间不够。十大愿王一条都要讲两个钟头。我以前好像讲过，有录影带，你自己去找去听。后面一个问题，我们有求愿的心但唔好執着，请问每日早晚课之后求生西方，系咪亦系執着？啱，呢种執着可以嘅，因为弥陀经道佛教我哋執持名号，对世出世间一切法唔可以執着。对西方净土阿弥陀佛要执着，我们执着先能往生。但是各位要知道，执着往生只能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将执着除了，你的品位会往上升，但是现在不得，我们除亲就不会往生。呢一点要搞清楚、搞明白。我哋而家非执着不可。至于西方极乐世界嘅品位，
到咗极乐世界再去修。我哋喺呢个时候只求大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绝对靠得住。如果想唔执着，想往上爬，恐怕爬唔上去，跌翻落嚟就去唔成了。